二，围绕推进自贸区建设、深化上海改革开放重大问题的协商建言，聚焦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的建设，围绕政府职能的转变、管理模式的创新、区内外联动发展等重大问题开展调研，运用提案、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积极建言，促进制度创新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。积极地推进本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，就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，加强基础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，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等深入协商议政，开展多视角的分析，为市委、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，联手区县政协开展调研和视察，促进各区县、各区域的创新发展。